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，男生才会喜欢橘色恶魔，其实并不是的。从现场跟拍当中发现，其实有很多的橘粉也是女士，并不是全部都是男士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有本来就喜欢吹奏乐的，有喜欢他们天真笑容的，也有是喜欢舞蹈编排的，更有很多是妈妈帮孩子来拍。自媒体那就不用说，当然想要孩子能够像他们一样的优秀，像他们有职人的精神，所以喜欢的人各有不同。很多的橘迷当然就不是只有男士，他们能够这么的优秀，就是艰辛培训出来，活力满满，微笑满满，梦想满满，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当然也是要努力够优秀，才能有企业们会给予资源，才可以成为顶尖人才。希望有很多的企业同样愿意赞助台湾优秀人才上面，让台湾也能够有这样优秀的外交小尖兵。相逢自是有缘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谢谢观赏。